别动！到底想？ 照片啊！你想干嘛？放在床头辟邪啊！没有。你还想不想回去？想。想我回去的话，别问这么多。好，那我晚点发给你。哼，等一下。你今天是不是不开心啊？没有啊。那就好。 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也记得不要召唤我。我知道。不行了，只能靠我了。妈，我先走了啊！哎，南京，你来锁门，我来不及了啊！哦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要相信自己。 新电视了，窗帘也换了。我给你放茶几上了啊！也不知道他拿我的照片用来干什么。我来给你送早餐的。 不吃。啊，好，那我去上班了。嗯。我站住了。给你。以后我不会再随便进来了。对不起。